第十题，关于钠和钠离子的性质，下列叙述何者错误？我们晓得原子会变成离子是因为得失电子的关系，那 Na 会变成钠离子 Na 正是因为失去一个电子，那么所以它只有失去电子，因此它的质子数仍然相同，中子数也仍然相同。我们上课也强调过，我们的原子跟离子的性质是不一样的，化学性质是不一样的。钠会跟水剧烈作用，钠离子不会跟水剧烈作用，所以它们的化学性质不同也是对的。但是这样的东西不叫做同位素，同位素指的是我们的原子序相同，质量数不同，或者说我们的那个质子数相同，但是中子数不同，但是我们的钠跟钠离子的质子跟中子都一样，所以它不是同位素。所以第十题问我们说，下列叙述何者错误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同位素。